是假象，寂静比一下才日常，内心需要智商，不是逞强。每天打开阳光，颤抖吧那些负能量，青春横冲直撞，今天的好戏要开场。今天的全校大扫除要加油哦。不想打扫卫生啊。哎，快点搞定走人吧。大厅就交给你喽。啊。完蛋了。原来学校里的卫生不是让佣人们打扫的。不妙，我可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啊。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不会打扫，那我的高贵身份不就暴露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先看看他们俩是怎么做的，然后先学先卖了。哎，无聊死了，我走我走我走走走。啊，无聊死了，我走我走我走走走。原来是这样，最后要把垃圾还给大自然吗？很有道理呀、啊。我走。扫扫扫！万岁，你在往哪儿扫呢？我吗？我在把垃圾还给大自然。笨蛋，哪有这么做卫生的？要用簸箕把垃圾好好铲起来。哎，但开心他不也？不错呀，开心，再加把劲。是，老师。原来打扫卫生学问这么深啊！挺熟练的吧？还好啦，在家里做家务做得多了，这点事早就习惯了。干嘛一直学我？没有啊，我学你干嘛？明明就有，我才没有呢！怎么看都是在学我吧？我才没有呢！我看你是在偷学我的扫除绝技吧？好吧，我教你！万岁，跟上我的速度！准备好在里面！打扫卫生，好深奥啊！不过，好舒服啊！少爷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从今以后，我决定自己来打扫卫生。太让人欣慰了，少爷，那我们也陪您一起。这下没法待了。